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明天要进行祭祀了，今天晚上把大家购买的野生红茶全部打包了，然后明天就祭祀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今天很多朋友都不认识这个野生红茶。来。这层白白的就是它的一层霜，是它的精华，不是发了霉哦。这就是野生藤茶，我们的野生藤茶是紫白紫白的，这是紫色的，这是白色的。嗯，大家老汉们，你，你，喂，大家老汉们的来。刚刚我姨妈来喊我们过去吃饭，她说我表哥带女朋友回家了，喊我们过去聚一聚。腊肉拿过去吗？腊肠。哎，拿个给她尝啊。拿给我们新嫂子尝尝。看，就是这套房哦，我老哥跟我老姐一起建的房子，就是我之前说的百万豪宅。我哥他住不起了。哎，哎，你在这里。哎，你怎么聊的？哪个人？我们老高的。啊？我们老高的。是老高呀。奶奶。那是广东嘛？广东，有人骂人家卖麻。满怪，在广东的。广东的来。嗯。在拉长我听听。嘿嘿。满怪。这帮哥们。有不能骂人没？妈那么难。哎呀，求妈了。好大的哟。我老哥最会煮菜了。别动了呢。别动他们不敢动了。好大的真不敢动了。呀大总的饭店就总的搞得一毛都哎呦啊哎呦。搞地生嘞，假人生。那饮料啊？ใช่ไห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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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ใช